자, 끼리. 끼리. 자제. 各位同心，大家高赞哈！各位同心，大家安坐哈！大家高赞。接下来呢，这两点钟哈，咱要来讲这个台湾语文哈，主要是要针对就讲，咱台语呢到底是要哪写？有书写历史无？过来咱的母语哈，无论是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族语也好，这有什么重要？咱的母语有什么重要？母语有什么重要？教育台湾话有什么重要？咱今仔日接下来这两点钟来探讨这个议题哈。首先呢，咱先来看一下这个，这站非常长啦媒体报纸呢，拢咧报讲哦，韩国崛起呢，其实这几年来，咱大家应该嘛拢有加减有感受到啦伫电视，定定有韩国出的韩国的电视剧、韩国的 NTV、韩国的音乐、韩国的化妆品、韩国的手机啊。韩国的这个，无论伊是电子产品也好，文化产品也好，各方面的这个，这个进展的，伫这十年来呢，敢若，互人有真意外的，这个情形出来的所以最近媒体拢在讲韩国崛起的这个韩国呢，各位，伊是安怎有法度崛起？是安怎有法度爬起来的？爬到即摆。伫经济也好，文化也好，敢若袂输一个真大诶一个国家呢。虽然讲伊诶即个土地人口并无偌大加咱无偌大呢，但是伊诶一个经济也好，伊文化诶实力呢，敢若伫全世界顶头呢，敢若嘛不离啊强势咧。是安怎人韩国人会能做到遮？咱今仔就是要为即个文化甲教育即个角度呢。要来看看，韩国是安怎样崛起呢？首先，咱先来看这个，这是韩国的报纸韩国字我想大家加减拢有一挂印象，像这种有圆箍啊啦、三角还是讲拍叉啊啦像这种呢，圈圈叉叉这种呢，这是韩国字像这呢，这他十通当前呢这个李登辉呢进前发表这个两国论的时阵呢韩国的报纸嘛有甲报。韩国报纸报哈，另外伊两国论是汉字过，剩的拢是韩国字，因叫做韩国韩文韩国文字因即摆现出世的即个韩国文字也超像安尼，差不多大多数拢是用韩文用伊韩国文字，真少有汉字啊，敢若专有名词、人名、地名，还是讲较特别的即个标题呢，伊可能用汉字之外，剩的拢是用韩国文字。这是现初时的这个情形但是请教各位，韩国过去敢自古早就用韩文啊，就用韩国文字啊？唔是咧，嘿，真好，无因较早是用啥？汉文，嘿，因较早嘛用汉文汉文甲中文是无共所以咱区分一下汉文 你要用台语念、用客语念、用韩国话来念、用日本话来念，拢会使。叫做汉文咱等下嘛当示范过，互各位看啊。譬如讲，你用东西，东西有的人讲哦，这用台语来念真押韵，其实用越南话来念嘛真押韵，用客话来念嘛真押韵呢。用韩国话其实嘛会念一下，所以叫做汉文若中文当然得爱用北京话来念较会通所以这个汉文甲中文是无共的古早的韩国其实因是用汉文，用文言文。因上古早是为中国遐，把这个汉字进口去这个韩国，当然古早叫朝鲜啦，朝鲜哈，因进口去朝鲜，一开始是用汉字文言文的，因用真久长，用要上差不多要1000冬，用足久了呢，因才发觉讲用千外冬啦，千几冬了呢，才发觉讲这唔对呢，咱韩国人用这文言文要来写真学啦，因为这文言文完全都是无共的文体，迄等于是佮学另外一种语言啊。所以呢，因有一届呢，是差15世纪15世纪的时阵呢，因这个李世宗，韩国李朝李世宗呢，伊在位的时阵，伊就感觉讲
咱韩国人要用这韩用这中用这个汉文哈，用这个文言文来书写呢，写袂出韩国话迄个开口出来啊、而且这汉字呢，加真歹学歹写，所以呢，伊就想讲，啊无吼，咱家己来发明一套文字，所以伊就召集一批学者啦，讲来恁遮个人咧，来甲设计一套较好用个，简单好简单学简单写个一套新个文字，可以当表达咱韩国话啊、所以就召集一批学者去研究设计，啊，落尾又设计出来啊。伫1946年个时阵呢，迄当时呢，伊就公布要使用啊，啊，伊所设计出来即套呢，啊，即个叫做韩文，咱即个过去叫做韩文啊。啊，韩国因即摆改名啦，韩文是伊古早名，伊改做即个韩国文字个意思哈。啊，即、这个伊就要公布使用呢，啊，要公布使用，伊就发布即个命令哈、叫做训民静音。啊，等于是迄当时伊发布即、这个李世宗发布个即、这个，等于是一个圣旨啦，类似圣旨安尼啦哈。那训民静音呢，就是讲为即摆开始伊要推出即套新个文字哈。啊，咱即摆看下即个训民静音呢，伊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全部汉字的，啊，一个是汉字甲韩文合做伙用的这种版本哈。啊，咱即摆看这个相片呢，这个李世宗哈，这是伫韩国的这个李世宗的纪念公园啊，伊的墓园遐呢，伊的一个铜像哈。啊，这个训民静音内底是安怎写啊？这汉字文言文，我想在座各位拢看有啦哈。伊就讲国之语音啊。以后中国以文字不相流通，故移民有所欲言，而将不得心机情者多也。以为此闽南新制28字，哦，意思讲啊，咱的语言甲中国都无共啊，啊，硬要用这汉字来写吼，实在是足无通的啦。哦，即使讲大多数的韩国人拢啥，拢青面具啦，看无汉字嘛。哦，虽然讲汉讲。讲是讲韩国话，但是写得用这汉字写嘞，所以感觉是无通嘞，所以就新制这个28字母，啊，这字母生做啥物形嘞？就像这安尼，就是咱即摆看到韩国文字伊个早前初期的这种情形哈，这就是韩国文字，啊，就是韩文啦哈，啊，所以来个公布来使用，啊，但是呢，伊还未正式公布进程嘞。就开始有一挂既得利益者咧反对啊！各位，咱个想，会有啥物款个人会反对？啊，伊即若要用韩文，是啥物款个人会反对？当然嘛，遐既得利益者啊，吼，遐既得利益者当然嘛会反对。啊，啥是既得利益者？就遐通过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个遐所谓士大夫阶级个人啊，遐捌汉字个啊，吼，遐四书五经读甲足熟个人。汉字擘到足头的人，当然伊嘛反对。为啥要反对？因为即摆呢呐，即韩国字也普遍，汉字呐拢无人要用的时阵，啊本来是高高在上，哦，统治阶级，哦，啊大家拢来甲普普塌塌，结果汉字呐变无路用的时阵，哦我唔当变无食穿，无通食穿啊，迄地位就随降低落去呢。所以遐士大夫阶级当然嘛是反对。哦，大多数的人反对哈、所以呢，譬如讲，在1944年的时阵，啊、哦，伊个集贤殿的一个副提辖叫做崔万里的呢，啊、哦，伊就上书反对啊，伊就上书甲因的皇帝反对讲吼、哦，咱太太用这种韩文，用这种字吼、哦，粗俗，啊，以前也毋捌人用过啦，吼、哦，无水准，吼、哦，啊嘛无，以前无人用过，意思讲啊，无人用过，咱太太用。所以你也看哈，伊上述的内容，我有甲摘要出来哈，这拢是原文咯哈，这唔是翻译，这是伊就是用文言文书写，哦，伊就写讲呢，五条自祖宗以来，自成时代一尊化者，所以你看，迄当时15世纪的，迄当时韩国的遐世代，遐士大夫阶级呢，像这种佮中国思想嘛真济呢，在迄种文化上，也佫是。中国大一统的迄种思想的人，怎么真侪呢？啊，你啊看，一尊化者呢，咱中国用汉字，咱在倒咧用汉字呢，哦，还佫是这种老二心态呢，哦，也感觉咱中国，
哦，用啥那个对你用就好啊，他会使家己创作这种的文字，哦，像这吼、哦，伊有几啊几啊段吼、哦，啊，所以呢，像这在咱反映出讲，迄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呢，迄个记得利益者伊的心态就是安尼，哦，啊，当然，这李世宗嘛是真坚持啦，哦，伊刚刚讲吼，咱就是爱用这個啦，用这個呢，一般的民众可以当简单学、简单写，哈、哦，文字。会当普及知识，才会当普及，所以伊就坚持要用。啊，当然伊是用，伊是两个相时拢做，啊，就是讲伊嘛无废读汉字啦，哦，啊，但是韩国原文呢嘛要推行，哦，等于相时进行了对啊。啊，可惜呢，伊在位无偌久了呢，过无几十冬吼，过身去了呢，后来呢，这套原文就阁互拍入冷宫啊。为虾米呢？因为后来继承的这个燕山君呢，就较禁止啊。为什么后来继承王位的人要禁止这套原文？因为这个燕山君吼，伊就感觉讲吼，当初是伊要继承进京呢，嘛真侪人写乌函要甲斗争啊，吼，等于宫廷内斗啊，即甲即卖政治内斗嘛同款呢，互相斗争的时阵就会写乌函。啊，迄当时呢？写乌函来甲批评的，足侪拢是用啥？拢是用原文书写，因为原文简单学、简单写，一般老百姓吼，学几礼拜啊，哦，较含慢学几个月啊，就会晓啊咧。所以呢，伊就下令禁止，因为伊惊讲后盖呢，若个就是讲这个文字若先简单学的时，啊，民众后盖若要造反，要甲抹乌，哦，还是讲要甲写乌函呢？太简单嘞，所以呢，伊甘愿吼这百姓呢做青面牛，嘛无爱吼这套文字阁留落去，所以就下令禁止。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原文呢就无法度正式伫台面上出现啦，官方绝对无要用的呢。啊，干那民间啊，民间啥物人会用？啊，和尚啦，因为和尚伊啊翻译佛经啊，啊，啊你用汉字写，迄你都唔知迄边啊读咧，啊，所以伊就爱有一套。这个记音，这个音素文字来去记音也较方便。过来除了和尚尼姑之外呢，过来啥？就是干那查某人，少数的查某人，啊，就是讲因为过去的查某人较无受重视咧，啊，一般呢，干那查甫较有机会去汉学啊，读汉字咧。啊，你啊女性你都无机会啊，啊，若无机会，你要只好自学啊，自学咧。啊，若要家己学，较简单的啥？就是做原文，廿八字母尔。就亲像 A、B、C， 哦，伊用二啊八字母，你这二啊八字母学起来了，你自然就样拼啊，听了啥就样写啥，哦，所以后来呢，伫韩国传统上伊嘛加这个原文叫做女书啦、女书啦，查某人伫书写诶文字诶意思安尼，啊、哦，这是一大概一个由来哦。啊，所以为遮个，咱在那看出啥？伫过去诶时阵，你看，为十五世纪因本来家己要推销，但是尾来搁互禁止。禁止到当时，因才有出头天的机会。到到二十世纪以后，才有出头天的机会。啊、哦，当日本人去统治韩国，啊、哦，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冬，啊，统治韩国，啊，应该用朝鲜啊，统治朝鲜三十五冬。啊，你统治朝鲜的时阵，遐韩国人呢，朝鲜人呢，当然伊嘛开始想讲，伊是要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哦、啊，伊要哪反对？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中一个是要宣传嘛，要教育嘛。啊，你宣传教育，在那个年代有电视无？也无电视啊。啊，那当时上街只有来这里而已。啊，如果较传统的，你也上街就看报纸而已。啊，你要看报纸才好宣传，就要怎样？要有教育啊。你教育要教民众识字嘛。哦，啊，所以那当时呢，那当时的朝鲜人，哦，韩国人呢，才开始觉醒说，欸，咱应该爱推销咱家己的母语啊！哦，啊，咱的母语呢，古早有用汉字书写，嘛有用原文书写。啊，这汉字呢，基本上是中国的，中国的色彩较重，而且汉字嘛较歹学歹写，不如咱把韩国语，哦，把这个原文搁捡回来。所以，因开始就去组成一个韩国语文学会，开始推销这个韩国文字，哦，就这套原文，啊，然后做一个标准化的工课。当1945年，啊、哦，日本宣布投降，爱甲朝鲜让出来，啊、哦，美军介入，啊、哦，美军
介入韩国呢，接管韩国三党。后来1948年韩国独立了呢，因就安怎宣布使用韩文做因的正式的文字啊。所以因即卖伫使用即个文字，原则上拢是用韩文为主啊。因一般韩国人捌的即个汉字无几字啦，可能差不多两三百字尔，主要是拢个人名、人名、地名，吼、哦，遐专有名词。剩的呢，因差不多拢是用韩文来书写。啊，所以1948年因独立了呢，因宣布恢复母语。哦，这是真重要一个政策。迄当时伊若无吼，伊若无宣布恢复母语的时阵呢，韩国话就无今仔日的成就啊啦。吼、哦，后来呢，当然对着因的这个经济发展愈来愈好，尤其是这十年来，伊的经济愈来愈好呢，伊开始安怎？因的策略就是透过文化的产品，再去把因的电子产品、其他的产品来给推销出去的。所以你也看，恁拢会安怎？因的电视剧、吼、哦、电视的戏出，还是讲电影，因拢会调工拢安排啦，吼、哦，即个演员拢真水、真缘投啦，吼、哦，啊衫拢穿了真水、真芳嘞，吼、哦，有只开始推撒，然后伊就调工把因韩国话、韩国文字设计伫即个剧情内底，啊、哦，啊，所以对着因的经济愈来愈好了呢。哎，因对着家己的语言文字嘛无放弃呢，甚至搁要甲伊发扬光大。所以因韩国呢，因伫即个每年的敢若10月初9吼，有定一个韩文节啊，韩文节。韩文节就是纪念即个李世宗吼当初时呢，设即个韩文，发明即个韩文。哦，还搁当放假呢，因为设韩文节呢，甚至呢，因即摆搁伫即个联合国吼。申请这个非物质文化、非物质的文化，伊讲吼，这李世宗发明这套韩文呢，实在是真伟大的代志。当然呢，那就人类历史上来甲看吼，有正式留下文献，讲这套文字上写的、上发明的吼，确实这个韩国韩文吼，算是真有明确、有证据的啊。所以呢，话讲中国讲伊这个仓颉发，迄、那个仓颉造字吼，仓颉是神话传说啦。啊，正经真正有根据，阁有证据啊，会当证明讲是啥物发明的，确实是即个韩文吼。啊，甚至呢，咱韩国阁出钱伫即个联合国吼教科文组织呢，阁设一个世宗大王文字读写奖，啊，鼓励世界各国的人呢来使用伊的文字，甲伊的文字呢提起用，提起写因其他的语言啊呢，也亲像讲 A B C 罗马字。哦，除了写英语、写德语、写法语之外，啊，嘛当摕来写台语，嘛当写越南话啊。哦，啊，即马嘛鼓励人，哦，尤其是一寡较即个经济无开发，哦，啊，像因的语言也无文字的呢，伊拢鼓励讲，来，你摕我的即个韩文，当作恁家己的字母，因按算要互因的即个字母会当传出去，所以人是安尼做啊。哦，啊，咱即马咱啊，各位若有机会，你若拄着韩国人，你甲问讲吼。欸，啊，恁韩国，你感觉伫文化上，恁上骄傲的一件代志是啥物代志？十个内底有九个一定来讲吼，我感觉上骄傲的就是，阮李世宗发明这套韩文，这套韩文是足科学、阁足精密、足好的一套文字。十个内底一定有九个安尼甲你讲的。甚至你若有机会去韩国佚佗，因的足济，你若买包装品吼、哦，买纪念品啦吼，啊，也有当时用包装纸甲你包吼，伊足济拢会用。第三，拄则讲迄分明静音，迄个做包装纸，啊无就是用分明静音呢，做成比如名片阿爸啦，哦，还是做成衫啦，做成啥物款呢？一挂纪念品就对啊，吼，因感觉真骄傲一件代志。啊，当然即位只来看吼，咱麦当讲，即嘛是一个真讽刺的一个的现象啦，吼，就讲其实呢，伫1945年，吼，甚至20世纪以前呢，其实韩国人。普遍的其实看清家己的啦，看清家己的文字啦。但是呢，今仔日呢，1948年以后呢，啊、哦，人有觉悟，有觉醒，把家己的母语捡起来，把伊文字捡起来，啊、哦，啊，伊要把韩国话、韩国文字呢，踮世界上甲发扬光大，要互伊成做一个国际语言，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企图心呢，所以呢，到达得实现啦。所以你也看咱台湾，即马有几个学校有韩国话。韩国学的政大啦、文化啦、哦、啊高雄大学啦，拢有咧教韩国话呢。哦，
包括像越南，吼、哦，我嘛定做定去越南吼、哦，做越南的研究呢。越南嘛，国内学校有伫学伫教即个韩国话呢。所以呢，即、這个韩国话，吼、哦，也是讲韩国学，吼、哦，伫国际上一道道伫浮出来咧，哦，啊，伊会当浮出来上关键的啥？人无放弃家己的母语啊，无放弃着家己的文化，因对家己的母语甲文化是自信的。啊，这是我想是咱台湾人哦，会当来学习啦，哦，为将得到一挂启发啦。咱台湾人，你看，1945年以后，日本人走了，啊，中国国民党来压咱学北京话，结果即摆60几冬过尔，都许青米煮成饭，即摆足济，尤其愈来愈少年的吼。哦拢认为伊个母语是啥呢？北京话呢？即个咱台湾话俗语讲，讲真贼做老爸啊！真正是安尼哦，毋是各位恁个去做调查，包括你像阮成大吼，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学生呢，我每年呢，迄新生来我拢甲伊问啊，上外课的新生我拢甲问讲吼，恁感觉你个母语是华语是北京话人，请举手，差不多90%的人拢举手啊！啊，你看有严重啊？无严重？含台湾文学系这种看起来应该是较有台湾意识的学系吼，得九成，伊都甘愿认出做老爸啊，感觉伊的母语是北京话是华语啊，哦，啊所以呢，这是真严重一件代志吼。啊，你像人韩国伊敢会讲，我日语呢是我的母语，会安尼袂嘛无啊？伊感觉伊的母语就是韩国话嘛，伊搁要甲发扬光大。除了韩国安尼，越南嘛是，啊，咱较等下嘛阁会介绍着越南。越南嘛同款啊，1945年人越南宣布独立了，伊嘛是恢复家己的母语啊。含越南看起来经济发展比咱较落后的国家，人都对家己的文化有自信啊。啊、哦，啊，干那咱台湾人无，啊无感到较好，无啦。咱用安尼用中国话，只是予咱加深着中国话的程度尔。啊，即咱等下过来讲吼。好啊，为韩国即个例呢，咱就当看出即个韩国人啊、哦，当然现初是韩国人是已经觉醒啊，但是伫因也未觉醒进程，嘛有真憨过个代志，就像崔万里安尼，家己咧信家己崔普个情形嘛是有啦。哦，遐既得利益者，哦，起来否定家己个母语，否定家己个文化嘛有咧。啊，即种情形伫咱台湾有发生无？咱台湾嘛是有发生，吼、哦，咱即下来讲啊，咱台湾呢，咱举一个上，可能较侪人知影一个例啦，吼、哦，举黄春明就好啊，哈、哦，这是即个去年呢，黄春明来阮台湾文学馆演讲，吼、哦，啊，伫遐我甲牙白啊抗议啊，啊，这件代志咱在座同心教人各有印象，有诶请举手一个，啊、哦，有几位啊、哦，几位朋友哈，有。大概了解哈，啊，这个呢，咱先先小讲一下，因为有当时啊，各位伫媒体看到的呢，可能拢是用剪接过的，啊，拢唔是真公道的报道啊，哈，拢是各取所需啦，尤其是连什么报的迄吼，上下人歪出来的，哦，还是中什么报的迄嘛是吼，啊，所以咱来用这个例来看哈，就是讲台湾人出来反对家己的母语，反对家己的文化的，啊，即卖徛伫台面上的。上明显拢是台湾人，啊，这是讲较白，这是中国人的阴谋啦，卖讲阴谋啦，阴谋啦，吼、哦，伊咧阴谋，咱台湾人嘛是拢无了解，就是讲伊即卖调工，啊、哦，要用出卖台湾的，拢是要讲台面上拢叫台湾人出来，找一寡所谓的台奸呐，啊，咱即卖看吼，这件代志是安怎呢？吼、哦，去年5月24日的时阵，黄春明来台南的台湾文化馆演讲。啊！伊讲个标题是啥？咱即个相片内底有写吼，伊写讲台文书写与教育的商榷啦。啊，伊要过来讲台语文就对啊。啊，啊，要讲台语文是安怎来个抗议呢？因为你若讲台语文，啊，当然你有啥物意见，你讲无要紧嘛，大家当讨论一下。但是呢，伊来个时阵，迄半点外钟拢伫遐骂，而且骂呢，佫毋是根据事实呢，佫是歪扯着事实哦。无分是非，乌白骂，吼、哦，啊，佮用一挂无熟悉共栽赃、共抹黑，哦，啊，共侮辱、共口舌，哦，啊，所以我伫现场听伫遐讲半点，我就听袂落啊。尾后我就摕海报，甲抗议吼。啊，即、這个经营到底是安怎呢？啊、哦，
这个现场呢，拢有录影啦，吼。啊，当然，伊现场录影呢，这个一开始伊拢不爱公，不爱公开出来，就是发生冲突了呢。只要讲呢，伊这个活动，伊是现场有立即转播，随时有转播，转播了呢，伊个放咧网站，你随时要来点看拢会使，甲点咧拢会当看啊。但是呢，抗议了呢，伊这场的呢，煞甲伊提掉。八场拢阁有哦，独着即场诶，伊甲伊摕掉诶，啊无爱公布出来。包括阮要求讲主办单，你要公布现场争议诶即个录影带，伊嘛拢毋公布呢。吼、哦、啊，后来我着去即个法院吼、哦，有甲告伊公然侮辱，因为呢，伫即个甲抗议诶时阵呢，黄春明呢用北京话甲骂五字经啦，阁骂两摆。吼、哦、啊，所以呢，尾仔我去甲告公然侮辱吼、哦、啊。我甲告呢，诶时阵我甲要求讲哦，三个条件得当撤销啦。第一就是爱公开共回失礼，哦，你共甲骂，甚至搁甲其他诶伊搁记名道姓咧，讲某某某某某某吼，倒两个人吼、哦，不伦不类啦吼，安、哦、怎安怎，讲你也共公开回失礼。过来你也公布录影带，哦，公布录影带，开当还我清白啊。啊无呢，恁遮连啥物报诶，中啥物报诶呢，拢你甲我歪扯呢，拢讲我怎样问安怎毋对。无你公布录影带是安怎？你拢唔敢公布哦？啊，过来第三点，我来讲，来，无咱两个来单挑啦哦，咱两个来辩论，就原来即个议题呢，点关地点来辩论，一对一来辩论哦。结果这三项无一项做会到的啊！我嘛无甲要求钱嘛，无要求啥呢？甲要求安尼尔做公道的，结果伊拢无爱哦。啊，伫法院的时阵，甲讲。私底下甲伊道歉袂啊，但是公开道歉无啊。我讲安尼好，你公开共站站拍拍，然后你啊私底下讲啊歹势哈，安尼好好。所以呢，后来甲过，啊尾啊法院有判伊输啦，哦有判伊输哈。啊，即、這个咱即摆吼，咱来看卖吼，就讲伊到底是讲啥物内容？哦，这真无简单，咱前一站呢，才透过某一个管道才摕到即个录影带，无伊即个录影带拢一直毋公开。主办单到即嘛拢毋放咧网站，拢毋敢公开吼。啊，所以咱真难得有取到即个一手的即个资料吼。啊，我有甲简洁吼浓缩较短的即个内容吼。就是伊伫来演讲迄前半点钟，到底是讲啥物内容？啊，各位咱来当来看卖。那准讲各位你伫现场啊，看伊只讲只内容了，各位你会有啥物感想？会有啥物反应？啊，你会我举牌啊袂？好、哦、咱现在来看看吼。大概内容可能无啥清楚，补充一下哈。伊是讲吼，啊，即咱台湾甲中国拢同文同种啊，同宗啊，吼，啊，即摆搁要过端午节啊，搁要食肉粽啊，中国嘛食肉粽，咱嘛食肉粽啊，所以咱拢同的啊。啊是安怎着？比较用什么一中一边一国啦，吼，就开始在批评啊。哦，啊，再来讲吼，啊，咱 DNA 验出来拢嘛同款。哦，啊！你配一个嘴烂嘞，啊，腌一个嘛，拢同款，同一个 DNA 啊，哦。哦，啊，伊讲啊，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哦。伊无认为伊是台湾人，伊认为伊是中国人，哦。啊，当然，这是伊的个人的选择，咱嘛尊重伊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嘛无甲抗议啊，是后来愈讲愈过分的时，我才举牌啊抗议吼。啊，伊讲吼。
啊，有人用台语伫写无？有，哦，有宋哲来，哦，有一个作家啦，冇伫用台语写，但是伊讲我，伊讲哦，但是伊即卖无要写，因为伊写个足辛苦，我嘛读个足辛苦的，哦，啊，这讲扭曲啊，啊，这我等来补充哦。伊讲，即即摆伫学校咧教闽南话，哦，啊讲闽南话爱教，哦，啊即客语爱教，原住民话爱教，吼，足乱诶啦，会造成学生诶负担啦。哦，伊咧讲着六龟高雄六龟遐诶情形哦。伊讲到学校，就是有迄多语的情境布置啊，也有台语，也有客语，也有原住民语，也有英语，吼，安尼足乱的啦。伊讲这囡仔若无起笑，哦，嘛算足厉害的，哦，拢负面的就对了。伊讲哦，安尼这母语的生活的语言尔，是安怎在好好教，是安怎在个体校、体课堂顶头教，哦，啊，着对老爸老母学就好，踮厝讲就好啊咧，哦，啊，若照安尼讲，北京话他着教，啊，着踮厝看东森幼幼台，看囡仔电视台就好啊，他着搁教北京话，哦，哦，拄只遐重点啊吼。哦，伊在讲郑良伟啦、洪伟仁啦，那些搞台语的啦，哈，不伦不类的这段哦，好像不伦不类。哦，这个时阵我就摕海报啊，哈。哎，目睭花花哈，所以。在底下是民间看我打的。大家都有听到吼，但是伊一开始否认呢，一开始否认，哦，甚至佮讲吼，伊这毋是骂人，伊这是问候语啦。哦，我讲啊，那后讲你若演讲的时阵，拢爱先讲问候一下，用这五字讲问候一下，嗯。伊冲来咧甲我拍，吼、哦！伊已经要八十岁啊，七十八岁的人啊，讲要冲来甲我拍。哦，我拢甲即阵讲，伊是凭啥物啊？哦伊凭啥物伫遐共骂？啊！
会当伫台下店共骂骂半点外钟。我摕海报甲抗议尔，各位嘛有看？我摕海报人敢有甲抢麦克嘛无呢？我点点啊，伫遐摕麦克尔，伊啊摕海报尔呢，结果伊就先甲骂啊呢。公公，我还没有结论，你就要先给我下结论。哦，你这个现行犯呢，人都会抬一半，你甲讲伊都还未死的，他会使甲阻挡。你若看到一个杀人犯，甲拄一刀啊，人还未死，你讲未使救，爱等伊死较救，安敢对？这现行犯呢？这就是安怎呢？就是见笑当上帝啦。伊会想讲哦，伊伫遐放毒咧，啊，讲讲的五四三，无人会甲反对，无人会甲抗议咧。啊，结果毋知影拄啊下骹坐一个怎的门，哦，啊，听了我甲拿海报甲抗议咧。其实伊少年时就小拍鸡啊，伊少年听讲退学世界，读大学的时候读书呢，啊伊拢冤家小拍，从退学世界过啊，所以记录都歹啊。啊，我即届抗议了呢，嘛有为美国同乡寄来寄批来，互我甲鼓励支持的。伊讲哦，伊较早了黄春明的同学啊，啊较早黄春明就是这种型的啊。就卡袂得，就要讲冤家相拍啊！哦，为美国寄来，寄批来。后来我就搁海报先收起来，搁坐伫遐，搁予伊机会，搁予伊讲。结果伊等下搁咱甲听看麦，伊等下搁讲啥，嘛是搁同款啊，嘛是搁讲差不多同款的论调的话啊。哦，所以伊拢敢讲哦，我底下袂结论呢，即拍着听伊讲完，讲半点外钟就已经知影结论啊咧。啊，其实啦，各位，这不是偶发的，你知道吗？像这种演讲，这拢是中国国民党调岗安排的。伊这个活动是啥？文建会办的呢？文建会出足侪钱的呢？因怎啊拢叫这种，会使讲是台干四界去演讲，四界去放毒啊？啊，用咱的纳税钱，啊，请因去四界演讲安尼啊？啊，甲因铺甲讲，哦，这就是台湾的文学大师啦，哦。啊，即摆佫开始继续讲啊，吼！啊，即摆要讲，伊要讲啥呢？伊要讲吼，玛雅文化啦，吼，伊较提例嘛，我嘛讲玛雅文化，好，咱来听看麦咧。哦，玛雅帝国。有玛雅文化非常了不起哈。啊，用西班牙人来加南美洲，来加玛雅帝国呢。
把遐查甫拢杀死了了，把遐查某拢掠来中间啊，掠来做性的奴隶。吼、哦，伊讲安尼无要紧呢，伊讲安尼，结果伊的后代嘛是照常摕着诺贝尔奖，伊的后代讲西班牙话啊，摕诺贝尔奖，安尼嘛无要紧，伊竟然是安尼讲呢。哦、我无甲玩弄诶，录音也拢录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人，看有含嘛无含。所以我就足气诶，第一下去夜牌啊，就像警察同款，甲夜牌啊警告咧。伊落去未堪即款警告啊。所以个骂第二届，所以法院甲判两算两条罪就是安尼，因为骂两届，所以算伊两届伊个公然侮辱。啊，这是大概一个过程啦，哈，啊，先哦，各位了解一下，啊，后来呢，当然我就去法院甲告，啊，尾啊，法院有判伊公然侮辱罪有成立，这详细呢，各位若有趣味呢，有想要了解哈，这个台文笔会呢有出一本专册哈，叫做《蒋文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的专册，啊，内底呢有伊个演讲个主旨稿，伊演讲个内容呢，吼、哦，一字一字照伊讲个内容甲写出来，各位也当去看卖呢吼。讲、哦、一个予中国个报纸吼，伫、哦、台湾个连啥物报，中啥物报，拢甲铺讲吼，这是台湾文学个文学大师啦。
讲一个文学大师呢，竟然讲这种演讲的内容，啊，你看有含啊无含？包括内底内容啦，包括伊逻辑啦，哦，各位去看卖呢，哦，啊，这呢，这个详细吼，各位会当再去看，包括有迄个相片吼。好，以上呢，这是咱台湾的，哦，就是讲既得利益者的一个例啦，啊、哦，就亲像以前的崔万里，韩国崔万里伫反对这个言论同款。所以你也看，咱即卖咧主张用母语来书写，用咱家己的话，吼、哦，用客话，用台语，用原住民，吼、哦，即个各族群，咱用咱咧家己的族语来书写，来做母语教育，啊、哦，啊，你若讲你中国人，你在台的中国人，你要用中国话，咱嘛尊重你啊，迄是你的代志啊。但是因有尊重咱无？咱今仔要用台语来上课，要用客语来上课，有机会无？无呢，完全甲咱剥削呢，啊、哦，啊，所以地书讲。咱台湾人古长以来拢无母语教育啊，煞变成啦，咱拢成做母语的青梅牛啦。哦，咱过去拢想讲文盲，大家拢想讲、哦，我读一台啊悬，那是文盲。我伫读大学母台语文以前，我嘛是文盲啊。哦，虽然讲中文会晓讲，会晓写，但是咱的母语拢袂晓啊，写拢袂晓，看无啊，所以咱拢是啥，拢是母语的青梅牛啦。99.9%的台湾人拢是母语的青面牛啦，啊、哦！啊，当然，这母语的青面牛是谁造成的？当然，不是咱国语啦，不是咱家己啦，是啥？外来统治者造成的嘛？伊剥削着咱的教育权呐、啊，哦，甚至以前佫剥削着咱的媒体使用权，伫媒体顶头佫佮咱限制嘞，因拢要扶持因中国人啊，所以到佮今你也看，即摆媒体嘛是呐，中国人伫来。伫后壁咧操作嘛是，也佫因大多数啊，包括演艺界嘛是拢中国人较济啊，哦，啊教育嘛同款呢，哦，你佮看最近即、這个教育部，哦，佮要改啦，迄、那个历史高中历史啦，哦，遐、那個、台湾史的部分，伊迄观点要佮你调哦，即下佮要用中国观点来讲台湾史啦，啊，连讲吼台湾史比例一定佮会减少的啦，因为呢，教育部要做去台湾化即个工课，已经毋是第一届啊。是，伊已经累犯啊啦，累犯啊啦！哦，你像去年，咱有真侪二三十个社团去教育部甲抗议，要求即个爱行咱母语教育权，哦，咱要用台语、用客语、用原住民的族语来受教育。结果伊讲吼，即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袂使。啊，迄当时咱六月去抗议，结果过无几工咧，伊就随宣布啥，讲吼国诶高中咧爱阁加必修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啦。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文言文遐个科目必修四学分呐、啊，啊分做两档，分做四个学期在上嘞。啊，你看有科目无啊？那因要卖吼，那中华文化教材拢无要紧，较济人咱台湾来讲，较济嘛，甲迄落甲通过，甲来实行。吼、哦，四学分，佮要求讲爱分四学期哦，意思要互你两档内底拢爱读着伊遐物件。那因卖呢？拢会当随实施，啊！若咱卖呢，要台湾贸易讲哦，迄袂使，迄增加学生负担。哎，啊伊若照伊安尼逻辑来讲，高中四学分会增加学生负担的袂？会啊，啊是安怎因会当通过？而且伊阁毋是照听书来呢，伊是逆向呢，先甲你通过，再去补迄个听书，补迄个法定的听书啦，套人只恶一个咧。结果因就是安尼创啊，哦，啊，这个语言呢，到底有什么重要？有的人讲啊，这语言只不过是沟通的工具呢，是沟通的工具呢。各位，咱个想看麦呢？语言有沟通的功能，无唔对，但是伊敢干呐沟通的工具呢？语言敢干呐沟通的工具呢？那干个沟通的工具呢？咱个想啦，1945年，中国国民党来台湾的时阵，迄当时台湾的。共同语是啥？日本话啊，啊个台语啊，日本话甲台语大家拢嘛会通，对无？啊，若照安尼讲沟通工具，啊，你个国民党就对咱学台语就好啊咧。是安怎？你国民党来了，你逼台湾人在学北京话，啊，佮穿甲咱矮咧，无个北京话袂使，佮爱学波波摸呢。若照讲啊，沟通工具啊，咱学日语就好啊咧。迄时阵日语嘛会通，对无？甚至要甲日本人做生意嘛较方便。嘿，人中国人知影，中国人当然嘛知影语言，唔是沟通的工具尔。
伊就是要灭咱台湾人的文化嘛，要甲咱台湾人意识甲灭掉，所以伊第一步就先为语言来嘛，过来文化嘛，要甲你拢斩掉嘛，斩掉了，你就会慢慢仔认同你是中国人啊。所以你做的啥？中国化的教育啊，包括教育，包括媒体，规个做下来，就是要甲你台湾人，要甲你用中国化嘛。尤其特别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因特别发觉到这个语言甲文化的差异的问题啊。无因以前想讲啊，这较早台湾捌落中国统治过，想讲台湾拢甲中国一模一样呢。结果二二八事件了，伊发现唔对呢。包括咱台湾人嘛，自从二八以后才开始讲哦，台湾人甲中国人就完都无共咧。啊，所以呢，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尔，嘛是文化甲族群认同的真重要一个媒介啊。譬如讲，国外人问闽南方，在座敢有人认为你是越南人诶？啊，我拄则讲的即句是越南话哈。国外人问闽南方，有啥物人是越南人无？则敢有在座敢有越南人？为啥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各位，为啥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哈、啊，咱做主人，我讲你是越南人，你敢会相信？你袂啊，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但是各位，你也想，今仔日呐，我来做独裁者啦，哈、啊！我要求大家人为即摆开始来学越南话，哈、啊！甲你逼60档了啦，教育拢甲你教越南话，啊，拢教越南历史，教越南地理，教60几档了啦。我若敢问在座有哪么人无？我相信一半以上拢举手啦，是毋是？啊，人即中国人拢足了解道理，敢若咱台湾人吼、哦，大多数当然在座拢足清醒啦，但是外口阁足侪无清醒的台湾人就是安尼。所以你也看，中华民国办的选举嘛，阁足侪戆台湾人，伊当因啊当好因的，吼、哦、啊，所以即个认同呢，咱就爱来看讲认同是安怎形成的，啊、哦，咱若甲分拆起来呢？认同哦，伊有客观条件嘛，有主观的条件啦。啊、哦，客观条件是啥？比如血缘啊，咱哦，咱血缘啊，咱的精种嘛，哈、哦，咱血缘关系啊，血缘啊，过、哦、来你徛起的所在，咱拢住较近所在啊。你袂形容讲我甲非洲的吼，甲非洲的，譬如讲某某一个国家中，哇，咱同族的、同国的，袂啦，哦。至少你地缘上有一个关系嘛，再来风俗习惯，哦，风俗习惯确实同款的，嘛会较有共同的意识哦。再来语言，再来宗教，哦，像这些拢是个客观条件。啊，当然，这个客观条件呢，对一项较重要，真歹讲，看情形啦，哈、哦，无同的 case， 伊重的是无同的。譬如讲美国黑人甲白人，伊对一项较重要。皮肤色啊，伊个种族嘛，伊个皮肤色黑人较重要啊。黑人、白人嘛，拢讲英语啊，哦。但是因为伊皮肤色无同，所以你一看就知讲伊是黑人，伊是白人啊，哦。啊，但是你若伫台湾呢，倒一个较重要，语言就变作重要嘞。各位你来看，即几项哈，黑人，咱皮肤色大概拢嘛差不多，哦，看起来拢差不多啦。啊，徛起，大家拢嘛住台湾啊，即摆拢嘛，啊，搁南来南去啊，交通利便啊，规拢南南做伙啊咧，啊，算算的呢，敢纯语言差较侪尔。啊，你语言啊，搁无分哦，譬如讲客人甲荷兰人，你若无讲台语，无讲客语的时阵，你敢分会出来？分袂出来啊。清差即摆大陆嘛，清差拢做同款的啊嘛，啊，食饮食习惯嘛拢做同的啊，所以伫台湾的即个地时阵呢。语言就变足重要一个客观的条件，啊，当然有客观条件，并无代表你一定就会有迄个认同，啊，第二一个啥，搁一个叫做主观意识，主观的，我认为我就是台湾人，我就是客人，我就是荷兰人，我就是原住民，你还搁迄主观意识啊，啊，这主观意识是安怎形成？一方面是你有这個客观的条件，再来是哪，透过教育啊。你教的时阵，透过迄个社会化的过程，你就感觉讲，咱是同国的啊，啊、哦，所以呢，要有客观条件，嘛有主观条件，两个人合作的时阵，你就有这个认同啊。所以你也看人中国人，哦，中国国民党来，伊巧啊，伊要甲遮拢甲你用用虎虎调，语言先甲你提掉，
啊，剩的呢，你看，譬如讲是宗教，伊就调侃来讲，台湾人拜妈祖，啊，咱中国人嘛拜妈祖，所以咱拢共国的。哎，我讲奇怪呢，啊，那诶长老教会则基督教安怎？啊，基督教人敬拜上帝，吼、哦，啊，美国人嘛敬拜上帝，吼、哦，啊，以色列人嘛拢敬拜上帝，安尼遮个人到底基督教要哪？伊要算倒一个诶？伊要算美国人，还是算以色列的人，还是要算英国人？哦，啊妈祖后迄个讲咱拜妈祖，啊中国拜妈祖，所以咱拢中国人套这个代志，但是真侪人就去哦。迄转去啦，啊！人讲迄变身啊，吼，迄诈骗集团啊，足够共转。啊，有个人若头壳无清楚，迄转去咧。啊，所以人中国人巧啊，哦，在台中国人伊就调工，甲只个客观条件豆，甲伊安怎，甲伊揽来揽，甲伊揽，互你分袂出来，甲中国人有啥无共？过来，伫主观意识顶头，伊透过教育，透过媒体，甲你逐工甲伊洗脑啊。你看自细汉，咱个教科书是毋是拢讲着爱去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小孩也感觉我是中国人的，一直到我读大学才觉醒的，我也是到他读大学才觉醒的，这就是啥？所以族群认同就是客观跟主观条件两个结合做伙，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经过一个时期几冬了，你就足强烈的一个意识出来啊。所以咱袂感觉咱是越南人，咱嘛袂感觉咱是韩国人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要甲一半的啦，吼、哦，甚至袂少的即个台湾的即个台湾人咧，会认为家己是中国人，因为咱这两部分拢有欠嘛，所以即就是讲，咱即卖加强咱台湾的语文，包括就用即客观条件，过来即主观的意识，主观意识当然是教育甲媒体即个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个人讲。这种讲这种意识形态啦，到底咱用咱的母语，用咱台湾语文，有啥物好康的无？有呢，袂少呢，是咱无觉，无去发觉到呢，无去注意到呢。咱用韩国做例就好啊啦。韩国话、韩国文化呐，伫国际上愈盛的时阵，你也想，这对韩国人要销售伊的物件是较有利还是较不利？当然嘛是有利。你也看哦，韩国人一条工就是先影片来嘛，一寡啊无就是伊个啥物一寡查某个女子团体啊，唱歌的、跳舞的迄啦，拢是一寡影艺、文艺界即个影片啦，好音迄个音乐也好先来，啊毋是干咱台湾的呢，包括美国也好、东南亚也好，嘛像安尼呢，伊拢用即个音乐界拍头阵了呢。当你在地台湾也好，越南也好，东南亚也好呢，对越南的歌，对越南文化有兴趣了，你就会想要哪？迄个韩国的啥物某某人，哦，伊较水呢，伊是拢安怎？哦，伊拢抹啥物化妆品，伊是拢食啥物减肥茶？即个时阵就开始，我咧卖你化妆品啊！啊，过来，伊雕工伫剧情内底用一支啊Samsung的即个手机啊，这手机啊袂歹哦，我嘛要对来用即个Samsung的手机啊咧。所以背后是啥？就是经济利益啊，太无关系。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日咱台湾人若较有气魄个，咱台商伫外口偌济人，请偌济人，你敢若讲即个过台面、过档个就好啊。听讲伫中国着要超一百万个员工呢，敢若伊一个着请一百万个员工啊呢？安尼啊，只台商合个，全世界我看上无嘛1000万人靠台商食穿个。你像讲迄个宝存鞋业伫越南设厂伫做鞋啊，迄吼，迄嘛几十万的员工呢，还台商呢？你若台商较有意识的，你也讲吼，来我的企业会用台语，会用企业我优先录取，甚至去甲你加薪5%，优先晋级，优先做干部，优先做主管。各位，你也想越南人有要学无？东南亚的人有要学无？甚至伫中国遐，中国人要学台语无？拼命学啦！咱甲想，咱以前是安怎要学英语？是安怎要学日语？因为有人，譬如讲像我学英语，因为我研究所我去美国读册啊，我美国读即个硕士甲博士啊，我为着要留学，所以我学英语啊。有人学想讲要去美商，美国人的生理
诶，迄个公司食头路，有诶人想要去日本人诶公司食头路，所以在学英语，在学日语啊，同款诶道理啊。今仔咱有即个筹码，有即个实力诶时阵，是咱家己放弃诶啊。啊、哦，结果咱安怎去做功德，互中国人扣？安怎讲？咱诶台商拢要求啥？拢爱讲北京话啦。你像伫越南诶台商嘛，同款啊，拢请越南人，啊无就请迄个中国人去越南留学的吼，请伊做翻译，啊，拢用华语咧翻译尔，啊，啊，伊拢靠拢啊，甚至伊的员工嘛，要求员工学华语啊，未要求员工学台语啊。所以你啊看，无形中咱迄一千，假使咱有一千万的靠台商食穿的遐员工，咱拢来鼓励学华语呢，结果啥？伊哦，中国人好康着啊，敢毋是？啊！啊，等到迄个外界误会，讲啊，台湾人甲中国人共国个啊，因为台湾人嘛讲北京话，中国人嘛讲北京话啦。啊，所以认真讲啦，咱个台商有气魄像韩国人安尼个时阵，对家己个语言甲文化有自信个时阵，迄毋是干呐单纯个所有个啥物意识形态尔啦，迄嘛有好处啦，嘛有经济利益呢。啊，你啊看，假使一千万个员工，莫讲一千万啦，准一百万就好啊啦。全世界若一百万人要来学台语的时阵，请问边啊迄周边的产品会偌济？一百万人要学，你啊偌济老师去教？你啊偌济教材？吼、哦，一百万人，你若准讲吼语言，咱用二十个人算一班就好啊啦。伊得爱开几班啊？开五万班啊！吼、哦，要教台语爱开五万班啊！哦，啊你五万班。爱偌济人去教，啊，过来你教材一百万个要用一百万分个教材啦。欸，你若一本教科书印一百万分，你看会当赚偌济就好啊。啊，过来，咱学语言上重要是爱会当唱歌嘛，学唱歌嘛。啊，过来看即个台语个即个电视剧，也是讲电影啊，对无？所以用迄一百万人要学台语个时阵，欸，刺激到台语歌、台语电影个。普及啊，个市场会当扩大啊，所以咱甲母语甲保留起来，甚至甲杀对国际上，不只是对咱吼、哦、意识上有好处尔，精神上有好处尔，不只是安尼，包括经济利益嘛是有好处啦。但是咱台湾人拢袂晓想啊，哦，人讲会晓算袂晓治啊，哦，拢敢想讲哦，这华语偌好个呢，即摆。全世界吼，拢全球华语热，我讲啦，全球那真正华语热，轮袂到台湾人去分啦，咱中国人十三亿人就分了啦，而且人会甲你嫌啦，讲啊你这台湾腔的不标准的台湾国语啦，啥物人要请你去做老师？这是足现实的，唔是我胡白讲的。我记一个书呆，哦，若要培训书主，书呆无算做名对无？台北台湾的书呆啊。因有伫栽培迄个华语的老师啦，就是要对外国人教华语的老师。因这老师实习拢去做实习，恁知无？拢去北京实习啦。毋是恁另间个看，恁若拄着伊伫教北京话吼，伫教华语的遐老师吼，你叫伊讲华语，互你听看卖，你听到鸡毛皮吼，落规涂骹个啦，拢是北京腔啦。真正拢是安尼呢，毋啦北京腔尔，佮拢中国。中国文化的头壳，迄唔呐，苏达安尼，阮生态嘛同款。我听个店家讲的，讲无两句话就袂下啦。迄完全就是替中国人伫宣扬因的语言甲文化啦。啊，为虾米安尼？因为伊呐无安尼，伊无学北京腔的时阵，去海外有通去食穿无？无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啊，今仔日各位，你若要英语补习班要学英语啦，吼。啊、有两间补习班，有一间补习班吼、哦、是美国的白人来教的，啊、有一间补习班呢是印度的，诶，迄个印度人来教的。请问你要倒一班？你要白人的还是印度人的？对，卡塔乌斯嘛，知影你要白人的对无？但是人印度英语嘛是个官方语言呢，印度人讲英语嘛真牛，只是咱听无尔，因拢听有啦，啊，咱听无尔啦。因为一个腔啊，有一个印度腔。因为我之前伫美国读册，我嘛有印度的即、這个，伫美国读册时有印度的同学吼，
迄讲啥我都爱听几波，啊，佮叫伊 repeat repeat 吼，佮重复讲互我听，较听有啦。迄腔口太重，当然咱毋是佮笑的，咱台湾人讲英语嘛是有腔啦，这足正常。迄段毋是咱的母语有腔头要紧，上害是咱家己母语讲母语有腔毋才害，台语讲袂好，客语讲袂好，佮较害啊。哦，所以你也看同款的道理嘛。咱要学英语，当然也是学美国人的，对无？哪有人要学印度的？啊，敢有人无学菲律宾的？有的人可能厝里有请菲律宾的女佣，你敢有你甲菲律宾女佣学英语的？无啦，对无？同款的道理啊。伫国际上，人是安怎看台湾的华语？安怎看台湾的北京话？你甲印度英语是同款的啦。只是咱台湾人家己戆戆，袂晓想啦。唔愿承认尔，外国拢是安尼认为啦，吼、哦，真正诶，啊，所以呢，咱唔通妄想啦，你啥物全球化伊都迄甲咱无关系啦，咱着爱互伊全球诶台湾乐好好啦，真正诶，你华语乐无效啦，华语乐是对咱来讲是加惨诶尔，哦，啊，所以呢，从过去包括民进党嘛是足惨诶，民进党执政诶时阵，哦。某一个行政院长搁伫遐讲，要予台湾的成做全世界华语的中心，无效啦。迄种就敢若袂输讲吼，以前蒋介石讲吼，台湾是全中国的中华民国吼，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要笑死人。吼，讲中华民国吓，哦，即个代表全中国，无可能啦。华语的代表中心绝对无可能是台湾啦。啊，但是咱台湾就安怎？用台语、用客语、用原住民的话，这三个才能成就咱的特色。啊，有的人讲吼，人中国嘛讲福建话啊，嘛讲客话啊，但是因为因无发展的空间，因无法度发展。我记一个实例，我十年前就去过中国，去厦门遐做调查。照讲，咱的祖先有一部分是为厦门来的嘛，吼，咱的台语的进程。哦，源头是为厦门来，这是无唔对哦。但是即摆厦门人有咧讲厦门话无，足少个安尼。你若有机会去厦门，你也看，我真介去吼，拄着差不多像伫台北市安尼共款，听着拢北京话啦。啊，若会听着因讲厦门话吼，拢伫巷仔口，伫迄较老个旧社区，老岁仔人较会讲，剩个拢讲北京话。我即个调工。坐车坐过程啊，坐七八台哦，逐台去我调工拢用台语甲伊讲，拢听无啦。为虾米？尾后我发现吼，因为有外来人口才30万啦，迄当时30万，即摆有搁较低无，我毋知吼。迄当时讲吼，因遐外来人口才30几万，结果外来人口了尔，因在地人语言意识无够强，就是、用东华语啊啦，拢讲讲北京话啦，比台北搁较台北啊。啊，你看有含嘛无？啊！我搁调工去因个唱片行吼，伊遐咧卖唱片，咧卖录音带，我去甲巡甲看吼。九成以上拢啥？拢台湾个啦，拢叶克田啦、江辉啦、诸葛亮个，尤其诸葛亮个餐厅秀啦，吼、哦，较早个餐厅秀遐，拢台湾歌啦，拢台湾录音带啦。因在地有无？足少个啦，若有拢是讲迄种传统民谣，就迄种吼、哦、老岁仔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吼，迄、哦、种。流行歌足少个啦，九成真正是九成拢台湾个，爱拢甲咱copy过，爱拢安尼，伊嘛袂瘾甲咱写台语歌呢，伊拢足干个，拢甲你写呐福建台湾歌，吼足可恶个呢，无你嘛承认讲咱这是台语，伊阁毋甲你承认台语，拢甲你讲福建台湾歌，啊这毋啦厦门安尼尔，我去东南亚，我旧年才去马来西亚。我嘛搁调到迄个唱片行啊看，嘛同款。伊若咧卖所谓个闽南语歌个吼，九成以上拢台湾个，啊伊嘛同款啦。有啦，马来西亚较好些个，话也该写台语歌啦，啊话该写台湾歌。啊不过真济要是甲你写福建台湾歌，哦，做起码做袂样个呢。不过无要紧，咱量也大，后干咱就讲迄台湾歌、台语歌。啊因在地嘛无呢，各位为虾米是安尼？因为伫中国，你用福建话、用客话写歌，有人要买无？有受到尊重无？无啦。甚至像讲咱台湾，咱即卖你要用台语来写作，会使啊。咱阁有办
甚至即、這个已经连续足侪间，咱有办即个中文比赛咧。中国会使无？无咧。中国出版的自由无啦，所以伊有法度发行即个母语的刊物无？无法度，因为伊的出版品拢是管制，甲以前台湾有新闻局伫管制新闻出版品的时阵，迄、那个出版品是同款的。拢爱心在，所以你若用福建话写，用广东话，用客话，歹势拢袂通，袂使写字，真正的。所以我包括我去，拄仔去福建，我搁去广东遐调查，广东遐报纸全部拢是用中文写的，伊的册局书面的拢抄中文啊。但是颠倒你看人香港哦，香港迄当时，因的报纸搁会南一挂广东话写的物件。哦，伊佫会难哦。虽然讲无足济，但是伊佫会，尤其是一挂网咖、政治的网咖，迄伊佫会甲你，也是讲迄艺人的对话啊，伊用广东话在写。但是这伫广东看有无？拢看无，拢禁止啊。所以你若讲伫福建有厦门人真有心，伊要推广厦门话，也是要漳州话、泉州话要推广，有效无？无效，你都袂当出版钱嘛。啊！我写出写写，要安怎出版？未出版真啊！啊，未出版就写要创啥？要上看，互鬼看咧，无人要看啦，所以未发展啦。你写作创作未发展，你歌曲嘛未发展啦，你就无人要创作啊嘛，你就无迄个市场嘛。所以为什么咱讲台湾在用啥？用台语、用客语、用原住民族语，这是中国伊无法度发展的。伊嘛无用阮发展的，咱家己较有小拼啦。啊，事实嘞，你看，我讲去年我去马来西亚吼，拄仔去唱片行看，因阁有电台哦，哎，电视台，因有一间叫欢喜台，成立差不多三冬外。欢喜台是以福建话为主的吼，一半以上节目拢台湾的，所以像啥物戏说台湾啦，吼，啥物林更峰啦、夜市人生啦，拢看有，甚至遐个。饭店哦，一般的饭店不是华人开的哦，就一般马来西亚人开的饭店，凊彩全都拢台语节目拢全有。因遐人口才偌济，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才600万尔呢。但是一半以上的市场，伊拢是用咱台湾的台语的节目呢。啊，你啊看，啊咱台语安尼有市场啊，无市场，是咱无唔知影尔啦，咱袂晓去开发尔啦，咱袂晓去。做这个市场尔啦，这就是咱无意识啦，无意识连带影响着经济利益啦，啊、哦，甚至你也看，美国，你有食过麦当劳哈？麦当劳，人讲麦当劳的，哦，麦当劳嘞，哎，麦当劳凊彩买一份100几块呢，有贵无？贵松松呢，但是呢，囡仔最爱食，少年人最爱食，哦。一份爱100几块呢，啊，拢感觉哦，咱袂输麦当劳吼，敢若袂输足高级的，偌好拄偌好嘞。啊，其实麦当劳伫美国算啥？是三千人你食的呢。麦当劳的那袂输美国的迄、那个，就是较粗俗的啦。人是做工的无用的吼，啊，你着买嘞啊，摕嘞就走，得当随食。啊，着一个算算的，差不多3块4块美金安尼尔，算较粗俗的嘞。因為你若去美國餐廳攏差幾十塊的，吼、哦，啊伊麥當勞佇美國算是低粗俗的路線，啊為什麼來到台灣了煞都變高級路線？這就是啥？人美國的語言文化強勢啊！你對美國好感的時陣，就算伊的菜你嘛感覺足香的啦。敢講啊粗俗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語言文化甲經濟利益有關係無？有啦，只是咱過去攏互國民黨甲咱教教。甲咱转转，甲讲语言只是交通工具尔，哦，迄种骗伊啊，结果损失就是安尼啊。所以语言甲文化是甲经济咱结合做伙个啊，哦，咱即若甲用做伙，全世界讲咱即个话广义个啦吼，广义个台语也好，福建话也好，闽南话也好，差不多5-6千万人啦。啊，客话嘛差不多5-6千万啦，合海嘛差不多1亿啊。啊、哦，安尼市场敢无够大？敢着的确着爱去甲人去争迄个华语的市场，啊，人华语的市场，因遐着有13亿的人口伫竞争呢。但是咱用咱个，无人甲咱竞争呢。咱台湾是老大个呢，咱是
台语甲客家文化产业的头呢。哦，就像我讲的，含厦门虽然一百年前是厦门较穷哦，但是一百年的今仔日，厦门已经互伫文化产业这方面已经互咱拼过啊呢。因遐已经是会使讲无较特别的用厦门话即个文化产业啊。哦，所以这就是语言哦，甲认同以及甲经济哦，伊的重要性是安尼哦。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啊，咱即摆就来。稍跳一下吼，好啊，咱即摆呢，我看我时间有限，咱直接跳来后边讲吼。啊，即个黄春明呢，伫伊个即个演讲内底呢，讲啊，台语也袂写字啦，啊。台语是要怎写？伊认为台语无法度书写啦。敢真正是安尼？我要提出证据甲反驳，无影啦，毋是像黄春明讲的安尼啦。台语百外当中就会写一人，佮有办报纸咧。黄春明因阿公凡正也袂出世的人，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就用白话字、用台语书写的咧。哦，咱即马要来讲一下，到底台语会写字来袂写字？哦，咱先来看卖咧吼。台语文学，哦，用台语来创作的文学，哦，就是台语文学，哦。啊，这个台语到底是要怎写呢？哦，目前咱有三种的写法啦，哈。第一种是全部用汉字啦，这就是较传统的，像讲过去的歌词，啊，你若看过过去的歌词，哈，迄种就是用汉字来书写，这等下咱好各位看。另外一种是用罗马字。特别是百外当前传教士传起来，迄套咱叫做白话字啊，就是教会罗马字啊。啊，过来较近代，即条战后吼，较主要吼伫使用吼，就是汉罗合用，就是汉字甲罗马字合作用。为什么安尼？因为咱吼中国党甲咱投遐久了呢，咱煞当安怎？咱的教育拢关系看汉字啦。啊，坦白讲，我即摆嘛是汉字看较紧呢。因为咱自细汉拢用教嘛，教中文、教汉字啊，哦，变成罗马字就较无遐熟啊，所以变成你若要叫现出世的台湾人来全部用罗马字来写，伊可能写袂出来，可能写足艰苦的。所以即摆就有人主张，啊，无咱就汉字甲罗马字来合来写啊。啊，伊原则是安怎咧？咱等来讲吼。所以变成就目前有这三种的写法吼。啊，咱先来看这。传统的这种叫做歌词，哦，歌词写法全部用汉字。像讲这是《后生梦》啊，《大剑歌》哦，伊讲无论啥会有圣地，《后生梦》啊，《起源歌》哦，啊，这是《后生要去夹草吧，飞去惊着梦啊卡》哦，像安尼在读啊。啊，这汉字呢？你若袂用台语的人，你干看这個，你无一定看有啦，哦，因为你爱用台语，即因为这话呢，爱台语的读法吼，较读会出来。哦，啊，过来专罗马字的写法，吼，哦，就是白话字的写法，像这呢，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圣经的头一页，新旧约的圣经，啊，哦，台语版的啊，罗马字的这个圣经，啊，哦，像这呢，这百话当中都有安尼，啊，哦。啊，像这种呢，这是汉罗的书写，比如故乡的田园啊，这呢，我来调羹用罗马字甲诶，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若无用这诶，你干用迄个道吼，故乡的田园，啊，人想啊，这是台语啊，中文，一般人的直觉、直觉的反应拢想啊，这是中文啊，我就是袂瘾和你讲，迄是中文的，迄是甲你无共的，所以我就调用罗马字来写，这嘛有伊好处啊。你只用这诶出来时，你就爱，你袂当是读。故乡的田园，哎，读得怪怪啊！所以你爱读台语，故乡的田园，啊，哦，所以这是用语之一哈。像这呢，这是由陈明仁所写一首诗哈，叫做《故乡的田园》哈。咱来念一下，先先看伊这个汉罗的写法啦哈。像这呢，伊讲白灵溪，脚长长，想要烧酒问，你来来去去，会当行，会不能飞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田园？牛车路，狗长长，想要烧酒问，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
敢会经过阮故乡的田园？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敢若剩着一曲干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敢若剩着满腹心酸。十五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月娘啊，月娘，会当照偌济？敢会照着阮故乡的田园？啊，像这呢，会当哦，伊就用罗马字，因为汉字呢有几啊种的写法啦，一个精义啦吼，大家在了冤家哦，所以呢，那是意见同款，咱就用汉字 ，OK。啊，那是有无同意见的，无咱就归去用罗马字，较免在了冤家啦。啊、哦，所以这是汉罗书写的大原则是安尼哦。啊，有的人讲安尼不搭不亲的汉字甲罗马字难做伙，那那安尼，哎，啊日文唔是同款。日文嘛是汉字甲卡纳难做伙，啊，日文拄开始卡纳甲汉字难做伙是嘛是互批评，讲这不伦不类，不搭不亲的，真正。卡纳伫日本的古早嘛是互看轻的，互看无起的呢，看无的呢。卡纳的变卦是明治天皇以后较开始互有身份地位，啊，卡纳佫较进一步得到较好的地位是1945年以后，日本人来占领。美国人占领日本以后，伊才阁较大翻身呢。甚至日本占领美国占领日本的时阵，因本来要按算甲罗马字化，尾也无成功啊。哦，啊，所以像这种，这是汉罗的用法。所以汉罗的用法就淡薄类似日本吼汉字甲卡纳南咧用的这种方式啊、哦。好，啊，过来呢，咱就要来介绍讲。哦，这是有大概这几种的写法啦哈。当然，上先若要学，个人就爱去这个啊买册，等于家己看啊。当然，未来面上咱咪开演习班啦哈、哦。咱来开台语、客语、个原住民族语，伫无同时阵，咱来开这个班，哦，咱会当来进修演习嘛。啊，这个台湾语文的书写历史有啊无？有啦，甚至比中国的白话文历史搁较早。啊、哦，咱即卖来看。咱先请教各位，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是当时，敢有人会记一个？若袂记一个，安尼拄啊好，吼、哦，甲这中国的毒瘤吼，甲放互袂记一个嘛是好，啊、哦，伊是1919年啦，啊、哦，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好，啊，这个年代恁甲记者，咱等下来看吼。哦啊，咱这是原这台湾上早的这个罗马字的文字哈、哦，这是希腊语哈，咱编播作的哈、哦。啊，咱即摆来讲台语的部分呢，像这早前的白话字的教材，即种足早以前就有啊。啊，白话字是用教科书，过来字典，1837、1873、1913，足早以前就拢有啊。我这是记的尔，不止这三本哦。啊、现存上早的呢，是1837年。Methurst 所编的福建方言字典，过来1873年下英大书店吼，伫杜家店木书编的，过来第一本伫咱台南、伫咱台湾的家己出版的哦，厦门音新字典啊，1913年，这是由甘伟林木书所出版的，啊，这即卖已经改名叫做啥？叫做甘伟林台语字典啊，这是即个台湾教会广播社伫卖，各位若趣味会当去买，这是目前的。在咱台湾，在即个教会界内底，用了上普遍的一本啊，即、這个厦门音新字典吼，简称做甘字典吼。啊，咱即摆看伊个相片吼、啊，像这是道家的厦门大书典啊，伊个内容吼、啊。时间有限啦，看较紧的吼。过、啊、来，啊，这是甘字典啊，咱拄则讲个甘伟林编的字典吼，啊，这拢用白话字写，啊，附一个汉字安尼吼。啊啊，过来！台湾上早的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啊，当时出版的1885年，敢有人出世啊？无啦吼，咱遮无人类啊吼，无人活遐久啦吼。哎、欸，阮阿公嘛还袂出世，阮阿祖可能嘛还袂出世呢。1885年，咱都已经用台语来办报纸啊呢。哦，你看比中国五四运动早偌久？伊1919年呢，啊，咱1885年呢？都已经伫办啊，加30几档咧，哦，啊，这个、报纸内底足丰富个啦。有人讲啊，这是毋是教会的报纸呢？虽然是教会报纸，但是伊内容足丰富个。
而且呢，咱若为欧洲的这个国家，因的历史啦，好文学的发展啦，好呢，这个、教育对早前的这个国民教育是足重要的啊。因为咱即卖有所谓义务教育，伫古早无迄个义务教育啦，哈、啊，迄是即卖现代较有义务教育。伫古早的教育拢是啥？拢是透过教会啦，啊，无你就是好野人，你请先生来教。无你就甲囡仔送去汉儿啊先去私塾迄汉儿啊遐学啦、哦、所以古早善恰人你是无机会通好受教育个啊哦。咱来看这份报纸内底呢真丰富哦，内容真多元，咱甲经几个来积累就好啊。第一个是小说嘛有呢，1886年白话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书》哦，日本的怪代志啦，1886年这是第一篇的小说。再来，台语版的《灰姑娘》，敢有人看过？可能无哈。咱遮我有发现到，1915年，伊有一篇台语版的《灰姑娘》。啊，《灰姑娘》那台语版的要哪个叫？有人会晓无？你们讲《灰姑娘》，《灰姑娘》这个作不是台语开的嘞，伊个反正哎，反正土摊吼，这偌水的嘞。因为灰姑娘因到底卖土炭啦，土炭恁知吼？恁煤炭，古早咱都无油啊，也无电啊，得用迄土炭哦，遐土炭哦。所以灰姑娘因到底卖土炭的啦，所以名叫做土炭啊哦。因为你卖土炭啊，手摸土炭，乌去啊，再个摸家己面，所以面就乌去哦。意思讲伊出身真善下，真艰苦安尼。所以这个台语版的灰姑娘叫做土炭哦，你来看。咱迄当时唔闹家己写诶，冇翻译诶呢。欧洲诶一寡囡仔故事，咱嘛甲翻译过来呢。1915年呢，中国人搁咧自负责任，搁咧用文言文诶时阵，咱就知影讲，咱得用白话来教育、来写作、来创作啊呢。哦，灰姑娘哦，搁来，咱拄则讲迄种短篇诶短篇小说。安尼爱看几篇诶有无？有啊，几本册嘛，互你看。譬如讲。1926年，第柯盼所写的《出西线》长篇的小说，几本的，你看这册，啊、哦，几本的《出西线》的册，啊、哦，搁真侪啦，啊、哦，搁《赖人生》《安娘的目屎》，哦，拢有啊，早前2000年代就拢已经有啊，啊、哦，搁来文化论述的册有无？嘛有呢，文化论述的，像这蔡培慧1925年所写的。啊、哦，十项关键，十项关键，这敢有人看过这本？啊、哦，这呢几当前呢，53年基金会有甲出版，53年呢基金会啊有甲出这个蔡培慧专辑，其中这本嘛收录伫遐哈。啊，伊阁有甲翻做汉儿版呐，所以你呐会当呐白话字看较无哈，会当看汉儿版啊。蔡培慧十项关键啊、哦，十项关键意思来讲。针对台湾文化是安怎，咱会未发展？伊提出伊的一挂看法，哦，其中一项，伊会感觉讲吼，爱紧普及罗马字啦，哦，啊，这是个册内容吼、哦，时间关系，咱就无要讲啊。过、哦、来，除了文化评论的册之外呢，医学的册有啊无？嘛有呢。咱正看，这是当时1917年所出版的戴仁修所出版的《医学大记》啊，内外科看护学。有人看过无？哦，对啊，因为咱拢是青面牛啊。哦，咱以前因为外来统治拢无互咱知影咱历史嘛。哦，啊无要紧，为即马开始咱搁会赴，哦，为即马搁重新甲咱的过去的这历史捡倒来，搁会赴吼。搁、哦、来像这数学课本有看过无？1897年的台语的数学课本叫做《必选的初学》。哦。有捌看过台语的数学课本无？无啦，我想可能大家拢想讲，想讲数学一定得用北京话，也有迄个代志。讲科学就一定用北京话，也有迄个代志。啊、哦，迄北京话若要认真讲，伊的白话嘛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普遍的啊，甚至是1945年以后才开始啊、哦、开始普遍的尔呢。啊、哦，啊这必选的数学，你看一百当前，咱就台语数学干呢。你讲技巧的法度，啊，要哪技巧？啊，你看伊台语就偌水就好。伊讲记下法度，那咱即卖定讲记下个办法，受北京话影响，讲啥物办法？哦，但是咱迄阵是讲记下法度，啊，你有法度无？要用啥物法度？哦，伊就讲记下个法度吼。
所以以上呢，咱是举一寡例啦，吼，就讲其实还阁真侪吼，咱时间有限，咱无要介绍遐侪吼。像这呢，咱拄则讲的遐呢，若较文学性的、较历史以及较文化评论的呢，咱有甲收录。吼，咱去年呢，这个台湾文学馆吼，进行委托我主编一套这个白话字的文学选集。哦，啊，咱去年十二月有正式出版吼，叫做《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啊，由台湾文学馆正式出版的啊。啊，咱一套有五本，啊，咱这就是甲一百当前，特别是差不多拢是五四运动以前呢，诶，遐个文章、遐个作品呢，较有文学性的，咱甲分类甲拣出来，吼、哦，一套五本，分作呢有散文啦、啊、诗歌啦、啊、小说剧本啦、啊，搁大约文学就是翻译的吼，啊，搁来文化论述甲启蒙，有这五套，遮拢总差了偌济，差不多拢将近差两千页啦，页页数将近差两千页，哦，啊，所以呢。黄春明伫遐讲，啊，台语也无多写啦，台语也无历史啦，啊，台语是要哪创作文学？讲讲迄，啊，这遮尼济，伊敢有看过？甚至上讽刺的是，诶，伊去台湾文学馆演讲呢，啊，遮物件台湾文学馆拢伫展示呢，台湾文学馆伊还佫有一个台湾母语文学展常设展呢，迄长期伫展示呢，伊拢无去行脚到，拢无去看呢。哦，啊，就开始就讲啊，母语无法度写作，母语无法度创作文学，甚至母语也无需要教育，太安尼。哦，明明是有呢，百外当前就有啊。黄春明还袂出世的时阵，就偌济人用台语来办报纸出版，哦，这拢是证据啊。哦，过来，有人讲啊，你拄则讲，迄拢是古早一百当前的代志，啊，即卖感觉有啦。人讲旱季唔惊落土烂啦，只求枝叶代代叹啦。虽然讲即个外来政权无咱吼，无爱互咱有台湾语文的教育，总是伫民间嘛是会伫用啊。就亲像过去韩国李世宗以后吼，即、這个言文用禁止，虽然是官方禁止，但是民间嘛是会偷偷伫用啊。哦，就亲像旱季同款会伫生炭啊，所以伫民间有伫用无嘛是有啦。像咱也记咧，目前还佫有发行的，像这个台文通信、台文网报吼，即摆为今年开始有合并做台文通信网报吼、哦。像这呢，已经发行二十档啊。哦，啊，佮来像这海洋台语文学啊、哦，台文战线、首都时报啊，也、哦、是讲客语嘛有哦，合法的嘛有呢。啊、哦，客台语也是讲文学客家杂志，嘛拢有啊。啊，遮个人拢是银家己落袋仔内底钱呢，拢倾家己个钱，吼、哦，来伫了钱嘛，伫办个呢，啊，啊，结果黄春明伫遐共口说，哦，讲遮伫舞台语文个呢，拢不伦不类，哦，甚至佫共，像讲伊拄则讲着啥物宋哲来吼、哦，他写得很辛苦，我看得很辛苦，所以他现在不写了，哦，无影无一只呢，宋哲来我佮伊嘛有熟悉啊。阮去年阁先台湾出一套即个文学的宝碟的 DVD， 内底有27位的作家，其中我嘛采访到宋哲来，人宋哲来嘛足支持台语的，嘛阁有伫写作，甚至伊认为台湾文学就是爱往母语文学来行。结果伊讲断章取义，甚至讲根本嘛毋是断章取义，是扭曲抹黑，讲哦宋哲来已经放弃。台语文学啊，已经放弃母语写作啊，会无影嘞。所以伊这是啥？伊这是讲偷渡呢。这若敢若袂输讲吼，我看到有人伫你个饮个水内底，甲你藏迄个瘦肉精类呢。吼、哦，啊我顶个是现行犯呢。当然，咱是毋是爱甲阻止，爱甲阻挡啊？哦，爱即个硬咧，后讲啊，我倒还袂，伊还着演讲，还袂演讲出来咧。欸啊你啊，瘦肉精啉落，伊讲啊，我啉一半尔呢，都还袂啉完呢，你甲我动要创啥？啊，哪有丢，哪会丢？哦，啊，所以你看，现处时嘛，佫足侪人，遮个人袂因为像讲黄春明想要甲家己个册送去中国出版，当然着讲一挂中国爱听个话啊，啊是讲伊公中啦、啊，遮个人啊，为着要踮中国出伊个册啊，当然着爱讲一挂甲中国泼泼叉个啊，但是遮。坚持用台语、用母语、用客语书写这些人，因无咧客你中国的市场的呢？了钱人嘛咧做诶，这些人咱应该甲肯定，
应该较尊敬较对呢。太有迄个像黄春明安尼，家己做袂到，佮你共敲碎啦。哦，啊，所以迄当时个抗议，当然嘛是甲这嘛足大个关系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是安怎来毋知咱即个历史，因为咱都无去教育嘛。第一是讲咱造成咱拢是无语个文盲啦。哦，这是真要紧个情形哦。啊，即、這个咱目前呢，台湾的即个母语教育观是安怎互北上？咱即来甲看一下吼、哦，看讲到底咱的母语是毋是真正互北上吼？我有甲做一个统计表啦吼、哦，平均一礼拜为小学甲大学，咱来学偌济北京话，所有的国语课的北京话课，小学甲大学平均册一礼拜啦吼。哦差不多十七至二十四节啦，咱切一个整数，准二十节啦，一礼拜差二十节啦，啊，小学就差不多一礼拜五节至六节啦，甚至到大学个嘛，差不多四个学分至六个学分哦。你像阮生代嘛，做夭寿骨个呢，伊不管你读啥，你读机械、读理工个，嘛是爱去修国文，修几学分？修四个学分。啊，佮上夭寿骨个是讲哦，伊讲这国文呢，我本来要佮争取吼。我嘛要来教国文，但是我要教台语。下讲袂使，讲这国文呢，得爱中文系才会使教。讲我伫台文系吼，我袂无资格通教。啊，那袂得爱征求中文系的同意，中文系同意，互我教，我才会使教国文。各位你看，这就是霸权啦。因就是用这种体制来保护因的既得利益啊。所以这是咧保障因中文系人的头路啊，保障因中文系的地位啊。我要教国文袂使啊。啊，国民要教台语袂使啊，啊要教客语袂使啊，要教原住民话袂使啊，为虾米袂使？为虾米得一定要学北京话？啊，咱要甲争取一下，我阁甲校争取讲哦，啊无安尼，你校爱开放，你的国文应该爱，互人通选择。我来用台语，我咪通读；我用客语咪通读。哦，我若开同款的四学分的台语课，我通读掉你的国文。如果袂使，国文就是讲北京话。因这只阿爸。啊，咱要甲争取呢，讲袂使呢。咱要甲争取，包括最近咱前一站要争取讲吼，小学啊呢，一节变两节的这个母语课吼，讲咱阿爸啦，讲一节足够啊，那变两节遐，两节要创啥？讲咱阿爸呢？这人嘛足奇怪呢。啊，因像这小学平均一礼拜才五节至六节的北京话课，拢袂讲伊阿爸啦。啊，咱要一节变做两节，讲咱阿爸啦。即个咱秘书讲吼，啊一个小姐吼，水水啊咧，啊伫路边行，啊拄到一个土匪啦，啊这土匪呢举刀举枪咧，哦，甲这个小姐甲刣，安尼甲抢劫啦，啊这个小姐呢，吼忍着疼，这个伤，这个忍着疼咧，哦，啊着官大爷摕起为个头甲啃一个尔咧，伊这个竟然讲要共告啦，要告这个小姐讲哦，你用官大爷，哦。我要甲牵嘞，害我当迄个头壳疼。讲安尼，这个土匪要甲这个小姐告啦。啊，法官啊，佮告讲啊，佮判讲土匪赢啦。各位安尼，这法官敢够道理哈，够天良。咱即卖就是这个情形嘞。哦，咱即卖你也看，平均为小学佮大学差不多二十节的北京话嘞。啊，咱的母语偌济？小学一礼拜一节，一节几分钟？四十分钟尔。过国中、高中、大学拢无啊啦！哦啊，颠倒人英语咧，英语几节？平均哦，小学甲大学平均嘛，差不多十二节至十六节啊。咱比英语较不如呢。哦，人英语得个十几节，啊，咱母语干一节尔啦。哦，啊，这个情形就亲像啥咧？人北京话吼，拢是呐。三顿拢满汉大餐呐、啊，半暝阁有宵夜通好食啦。啊，咱无去咧，一礼拜，互你一顿暗糜啊尔。各位，你若一礼拜食一顿暗糜啊，你会枵死个袂？对无？哦，这差济呢，二十倍呢，差二十倍呢。啊，咱要去争取呢，教育部讲咱安尼霸权啦，讲咱安尼会增加学生个负担啦。爱北京话遐尼济，北京遐尼济，无你若半两节啊来就好啊，有增加啥物负担，伊就袂瘾呢。啊，这就是啥？
这是中国的霸权主义嘛？啊啊，足侪退荷行的拢是啥？拢咱台湾人嘞，遐个无觉醒的台湾人咧退荷行嘞，即卖足侪拢是安尼嘞，啊。啊，再来，咱讲哦，为什咱来讲是无觉醒的台湾人咧退荷行嘞？咱个举一个例就好啊，台湾文学系啦，即卖全台湾各大学吼，涉足侪台湾文学系。在台湾文学大多数拢是阿扁也是来先熟个啦吼，当然大方向熟台湾文学系是好个，是对个啦吼，大方向是爱熟，但是呢，人讲会向生嘛爱向请啦，囝除了会向生之外，嘛爱请好啦。你若会向生袂向请吼，啊，我感觉即个囝歹囝浪荡嘛是无路用嘞，嘛是浪流连尔嘞。啊，咱即摆台湾系就是安尼啦，阿扁个生来。啊，毋过吼，顾无好势，结果安怎呢？拢会好空着遐中文系，拢会好空着咱拄则讲个遐个头壳无清楚个，遐个人个伊拢来占亏啦，食资源啦，占遮块食资源啦。所以你啊看，即摆台湾文学系内底呢，一半以上拢中文系毕业个啦，拢中文系师资啦，拢半途出家啦。哦，拢讲啊，伊嘛是研究台湾文学个，讨厌。伊拢研究台湾的中国文学尔啦，他有迄个台湾文学。伊拢是研究啥物伊公中啦，啊无就是迄、那个，拢是遐在台中国人的文学作品。讲安尼，伊就是台湾文学个啦。啊，正讲本土的台湾拢无要研究，甚至甲你抵制、甲你侮辱、甲你口说。结果，这人即卖占台湾文学的输出一半以上咧。以成大来讲就好啊，成大嘛是安尼咧。成大阮即卖十几个专任的老师内底。成大台湾文学十几个专业的老师，有五个是清华中文所毕业的，你看有含嘛无含？一个系哦，有五个来自同一个清华中文所的博士，这就是人讲的近亲繁殖啊。啊，近亲繁殖会安怎？大家想嘛知啊？啊，除了五个清华之外，剩的呢，嘛是搁一半以上拢是中文系啊。啊，这就安啦，会变乞食官庙公啦。所以我笑讲吼，阮即卖台湾文学呢，其实变中国文学的台文组啦，变因的现代文学组啦，拢变人的新妇啊尔啦，真正啊，因规个思考价值观完全就是拢中国文学的思考价值观。咱即卖记咧，你也看，阮成大台文系算讲吼，因为我伫遐会干控制哦，所以算讲较好啊啦。伫全国台文系算较好啊！你若别个台文系完全无台语课的嘛有啦，啊！你啊看成大就好，成大台文系毕业学分吼，大学部毕业学分128学分吼，啊！咱来做比较，咱甲外文系比较，外文系嘛128学分吼，你啊看人外文系吼，伊的即个英文必修爱几个，伊也是个加六爱30个啊，啊！台文系咧，啊！你看国文。必修4学分，英文必修4学分，母语必修几个？3个。你看含嘛无啦？都含英文都至少爱4学分啊，国文、北京话都嘛爱4学分啊。结果母语讲干3学分尔。伊个，迄个是我坚持抗争嘞。伊本来佮要甲我删除嘞，完全含3学分啊拢无。讲吼，要学的人家己去选修就好啊呢。迄啥物人乌咪擦啦，政治里面系主任啊，我敢公开讲啊，敢讲敢担当啦。因个讲吼，啊，即个要学台语，家己去选修就好啊。啊，你听唔讲，啊，要学北京啊，要学英语，家己选修就好啊。是安怎的？中国话拢必修，啊，咱台湾话就选修。哎，乌咪擦嘛，台湾人呢，伊嘛较早台南关的人呢，啊嘛做台湾史研究的呢，结果足济。伊伫内底做诶，甲咱一般外口想诶，对伊诶印象完全拢无共啊！啊，你啊看，咱外文系伊诶英文诶专业诶训练是30个学分，结果咱台文系咧无去，即嘛算是专业诶训练啊！无你安尼，你甲台中文系有啥物区隔？你甲中文系无区隔嘛？结果咱啊3个学分啊，笑死人啊！啊，我要求要增加，拢袂过啊！啊，因为都
黑不回投票，因伊遐人拢多数暴力啊，也无要讲理啊，都多数暴力啊，啊拢中文出身的啊，哦，伊就甲你硬用投票的讲袂过啊，啊你看有合嘛无？啊所以咱即卖大部分哦，拢安怎呢？拢挂羊头卖狗肉啦！我阁举一个更较惨的咧，正大台文所就好啊，正大台湾文学所所长是啥物人？够人知影？陈方明啦，陈方明啦，较早捌做过民进党的即个文宣部主任吼，但是即几年来呢，甲国民党拢行足歪啦。啊，陈方明吼，你也看正大台文所看外含就好。因为学士哈入学考呢，考啥呢？国文、英文，啊，过来中国文学史呢，伊也考中国文学史呢。我奇怪，甲真笑啊！台湾文学甲中国文学史佮有甚物关系？啊，啊无啊哪呢？咱嘛爱考日本文学史，嘛爱考英国文学史啊！哦，因为莎士比亚对大家拢嘛知影莎士比亚。哦，安尼英国文学嘛对咱做影响啊，咱嘛爱考英国文学史啊。哦，啊，过来，你也看，也毕业语文要求哈，毕业呢，你若要为政大博士毕业哈，你爱修英语，爱个修第二外语，拢爱鉴定通过。啊，有台语无？有客语无？无呢？啊，客语台语会当读无？会当读第二外语袂使呢？所以咱是台语，咱的客语，咱的台湾的本土语文是比第二外语较不如呢。在政大台文所的眼中呢，啊，因的课开啥物课？有半有任何一节甲本土语文有关系无？无呢？各位恁上政大台文所的网站去甲查，无半节呢。啊，前一阵我为啥来咱要讲这个政大呢？因为呢，抗议黄春明了呢，这个陈方明就跳出来声援黄春明啦。哦，底下讲吼。啊，这个、台湾文学呐，爱用台语罗马语书写吼，都剩无两页尔啦。各位，咱拄则看迄套册选集，都要到两千页呢。叫单方面，甲伊讲剩无两页啦。你看伊这人有偌恶质无？硬要甲你白白布，硬要甲你捏到乌呢。啊，你看因的戏，完全无开到任何一节甲台湾语文有关系的课，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原住民语言的文学拢无。然后前一阵我伫媒体顶头嘛甲批评啊，讲你这是啥物大文所？结果伊就讲呢，啊，阮有想要开，但是拢请无人，你嘛甲装笑诶，这就拢中国人恶质啊！中国话讲睁眼说瞎话啦。伊伫遐做所长也毋是拄上任呢，伊伫遐做几若冬啊呢？所以我就甲讲哦，啊，恁若真要请，我免费来甲恁上嘛无要紧，来甲恁开课啦，是恁毋开尔啦，太无。他会请无人，我有一个博士班的毕业生，毕业两冬啊，伊研究台语文学的，程度足好个，研究能力嘛足好个，到阵找无头路，因为马英九上台了，对这拢答找无头路两冬啊呢。伊讲找无人通去教，啊，另外一群人是有师资，但是都找无头路咧，所以你看人家硬拗咧，硬拗到安尼咧。啊、你看科王嘛，所以你来看，第一时间站出来声援黄春明的是啥？表面上是台湾人，再来表面上伊的头衔是啥？正大台湾文学所，这就是国民党的阴谋兼阳谋啦，阴谋兼阳谋啦。咱国民党已经做到这明啊，咱台湾人搁未觉醒，搁唔知影。这是国民党的部署，伊调工啥？作家找黄春明做代表，研究者找陈方明做代表，背后还有偌济？资源呢，包括互伫媒体顶头的资源，看偌济就好。因就是拢利用这媒体来伫批判台湾人，叫咱唔通做台湾人，叫咱来放弃母语，叫咱就唔通母语文学。单方面就是安尼，所以你啊看，因食一个名，结果干吼，咱伫做台湾文学，因做拢咧铺啥，拢咧铺伊光中啦，拢咧铺遐在台中国人作家啦。讲台湾文学吼，若无这作家，台湾文学就无啦。甲装笑的呢？咱拄则看一百年前，咱的祖先就已经比中国较先进，比中国较济只个进步的事项，伊拢唔讲呢。这就是啥？调工的嘛，人即摆中国人调工的啊。
所以咱台湾人爱觉醒啊，包括伊即卖马英九用啥物人，用迄个查某的啥物印啥物台龙印台来做文化部长啊，同款啊。哦，来讲龙印台，哦，伊对咱本土的话重视无，嘛无影啦。所以你啊看，伊就含本土这两字就袂用嘞，袂用讲嘞。伊讲啥？迄叫泥土化。靠人，你用泥土化啦，要笑死人！本土化，你就讲本土化，你讲什么泥土化？哎，因就是啥嘞？迄种中国人骄傲嘞。啊，这就是人马英九伊敢啊，台湾人进前啊变啊执政的时阵都唔敢，教育文化也唔敢做啊，拢微微压压啊。咱中国人一起来就是随在做啊，所以在咱未来，咱台湾人嘛是爱。对家己语言文化爱坚持，爱敢，爱敢做啦，爱学韩国人啦，安尼咱台湾人靠五万啦，啊、哦，啊，咱今仔因时间有限吼，到这拄好一个段落，吼、哦，无咱呐有啥问题，咱等下哎私底下再个讨论哈，无咱这节课先讲到这，感谢大家，好、哦，加起立，加嘞，加崩。